现在很多鱼友呢咨询问题最多的一个就是，为什么我自己的这个鱼呢，不管是怎么喂的它都不长个儿，这是怎么原因？第一点呢，像这个成长速度的话，跟自己的这个水体水质是有很大的关系的。那如果说咱们缸里边啊长期保持一个好的水质，这个鱼的话肯定是会长个儿了。第二点呢，在咱们这个季节呢，在保持水质的同时呢，咱们一定要喂一些高蛋白的饲料。因为咱们养锦鲤呢，咱们都知道锦鲤呢属于大型的鱼，能吃能拉，如果说咱们喂食不到位的话，这个锦鲤的话是很难成长的。最近呢也是咨询了几个鱼友，他们喂的饲料呢一般都是10块钱一大袋的那种饲料，上眼一看的话，这个饲料的话一点油水都没有，里边的营养物质的话肯定是特别少的。那如果说咱们想让自己的鱼呢长得快长得好，那一定要有蛋白量非常高的饲料在后边做这个辅助它才可以。另外呢，咱们在这个季节呢喂食这个饲料，就不要担心这个水发黄这个问题。